AD！ 老板不如老板！来自哪里了？濮阳的88是不是？你叫什么名？敖金华 ，OK， 加油！这边，小强，没，我 support 来呀 ，support。敖金华。OK。81 years old， 哇，老魏，81 years old， 哇。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2022年的10月19号，那么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世界，现实人生，开门见山，直话直说，大家清醒回来现实世界啊。那么现实世界里面呢，最大的笑话，马来西亚最大的笑话呢，就是马哈迪老了咯。哎哟，我都笑到啊，马哈迪老了。刚才给大家看那个我们的安克翁金华啊，88岁啊，如果没错的话呢，他应该就是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啊，要有人帮他去申请了啊，他绝对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他1小时26分钟跑完10公里，他后面还有400个比他年轻的人慢过他啊，88岁呀 啊，我们的老马几岁呀？97岁呀 啊。所以你不要跟我讲88岁的是老人啊啊，哎呦，年轻人真的跑不过他的啊，还跑很快呀 啊， 啊， 啊88岁那里有老啊，跑起来呀、啊、你看啊，所以这个比他大那个差不多九岁那个老马97岁，哪里会老啊？老马今天讲什么知道吗？哎，发一个什么风湿说他掰哦，我身体整不好了咯，他上次生病嘛，年头都生病几次很厉害，没有走 啊。我不知道老马真的去跟那个 uncle 翁金华去跑的话呢，啊，不知道老马还有没有那样的体力啊？但是我有看到老马有骑行的，骑脚车的，还会骑的。哎，你会不会骑啊？你不会骑脚车啊？啊，还是你骑一下那个老马比你骑得快啊？啊，那样子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阻止呢，老马呢第三度出任大马首相啊，老马呢也是要拿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他现在已经是那个世界纪录的持有者了嘛，他世界最老的国会议员嘛啊，那个安克翁金华的，你们帮他申请一下啊，所以呢，这些老人家真的激励我们去冲击这个世界纪录。这一次老马如果无法做首相，他下一次还会再来啊，你不要跟我讲他老啊啊。但是呢，最近几天呢，告诉大家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就是呢，这个天秤啊，渐渐的倾斜到老马那边去了啊，因为老马在最活跃的啊，他不止身体好啊，他嘴巴很厉害讲，他口才好啊啊，最近呢那个风气呢，哎，老马的那个盘呢开始涨了知道吗？开始起来了知道吗？开始有人呢觉得呢还是老马好啊啊，因为没办法，这个奴性太强啊，我们这种亚洲国家呢奴性很强啊，大马虽然是个大国，但实际上还是一个小国，人民还是小国的思维，小国思维呢就需要有一个独裁者来统治啊，一个独裁者统治比较方便，样样事情做起来比较方便啊，那个民主做不到的，民主要像 Australia 啊，要像加拿大，像那个美国这种大国呢才能够做到民主啊，大马终究需要独裁者，所以这个大马的独裁者老马呢，随时呢他会第三次坐上大马首相，打破全人类历史的记录啊，我们的乾隆皇帝，我们的伊丽莎白二世英女王呢，你看啊，世界最老的统治者将会是老马。哎，来，我们来看新闻了。目前有一群奴才呀、啊，啊，没办法啊，我这现实人生我讲很直接的，奴才就是奴才啊，奴才的后代就是奴才，就是奴才，我跟你讲啊，没有办法改变了。看我们这个国家呢，我们这个君主立宪呢，
君主立宪民主制度、民主议会制度、君主立宪制度这么久了，这个奴性还没除掉 他还是需要一个独裁者呢去统治啊。那么独裁者统治 是怎样的，知道吗？就是你讲他不好，明天你睡在龙沟里面咯，这样叫做独裁者统治咯，你不可以反他的咯。想当年如果大家经历过，那时候我是小学生我妈妈经历过这个年代的，我们都知道他当时他独裁的时候有多可怕。所以他恐慌给你知道了，他讲他现在很好，什么证明知道吗？兰高威咯。那天很多人留言嘛，哇，兰高威啊，欢捞诶，大水灾啊，什么山洪啊，哇，其实很夸张一下大真的水灾很严重。他怎样去啊，一家挨家挨户去拜访人家以为说那个兰高威大水灾是天灭老马，哪里有啊，天助老马给人家看到啊，哇，老威，我老马多健康啊，水灾我就照样走进去给你看照样进去救灾民你们年轻人救不到，你们年轻人做戏东姑炸葫芦还坐在船上面，要拿一个摄影机来拍东姑炸葫芦很会跑步的，他跑步很厉害一些了那么大家我老马我97岁我都会去你们这些年轻人在那边拍戏做假的所以他证明也是天老天爷帮助他，一场水灾呢让人家看见了，哇，这个人不会死啊，跟你讲他很年轻啊，跟你讲所以他讲本身还是老当益壮，记得听到这句话完蛋了他120岁后他可能第四次做大马首相，大马呢是摆不脱他的大马终究需要这种独裁者。那么他讲他这是斗士胆要解决马来人贫穷的问题所以他还是咬着这个 tagline 不放，马来人很贫穷的问题，但问题就是啦，你做了20年加2年嘛，你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解决？要解决马来人贫穷的问题呢你 真正给我们做，我跟你讲三年一定解决了因为很简单嘛，有心解决跟没有心解决是不同的事在人为，知道吗事在人为，老天也会帮忙。我们有心去解决，我们要认真去解决呢，两三年为什么不可以你没有心去解决呢，嘴巴讲呢，车大炮呢，怎样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知道吗然后呢，敦马再次提醒大马将崛起成为亚洲之虎，我很怕他变虎啸人生他这个亚洲之虎呢，等下变虎啸人生，够力了，就是天天有笑话，我们的政治喜剧虎啸人生天天有笑话讲不完全世界我跟你讲政客很闷的，敦马 politics is very boring 那里有像大马这样虎啸人生天天都有好笑的东西给你们看他又来一个虎啸人生了那个犯人囚犯去到国会劝告政府做事情这个不叫虎啸人生，这个叫什么天底上最大笑话让全球嘲笑。所以现在老马天天讲话，他现在每天都讲他现在出镜率最高就是他，所以应该是完蛋了，应该这次15届大选呢他有机会翻身了因为其他全部不懂讲话那个西蒙剩我的老乡那个李小白咯那他也是每天有一两篇的，那个刘天球最近没有什么讲话的那个安华讲又没有讲的丁丁也是讲又没有讲的样子那个阿玛扎希最近不讲话的正在那个首相呢首相他有去以外没办法，他是首相他一定要上头条的剩下就是谁，就是老马罢了，老马不停讲话，天天讲话，我也不一一收录了因为也来不及现在他要出那个温情牌，他的夫人呢，我们这个老马的老婆了 Siti Hasmana 来了然后他讲他去兰高威的时候讲哎呦你不要去啦，你都97岁了去看他一直提醒他讲说其实他回到家他整个人累到垮，他老婆知道你们外人看不出外人以为他是铁人回到家你才知道他多老好了，15届大选一纸神功 OK 那么这一纸神功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大家呢尽量的去选，你的一根手指呢
可以让大马呢回归独裁者统治啊。如果你觉得老马的时代乃是大马最好的时代，大马这样的小国需要一个独裁者的话，一指神功三百啊啊三了 啊。如果你觉得呢这一次呢我们一定要叫老马退休的话呢，一指神功三啊，我们要年轻人，我不要老马，整天都是老马，整天都是老马，哇老诶，这个年轻人去哪里，年轻人哪里有机会啊，对不对？好了，最后跟大家讲呢，老马还很年轻，大家是唉，好了，现实人生暂时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那么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回见。